调侃之后，两个人突然有了很多话题联系在一起，有很多粉丝都希望两个人能够合作，甚至还有不少网友居然希望两个人能够更进一步呢？是不是脑洞开得太大？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两个人都是演技很棒又有好作品的好演员，男的帅女的美，而且两个人都单身，是不是可以有什么小期待呢？打住打住，小编也在这乱开脑洞了。不过早就有传言说两个人将会在苏东坡这部剧里合作呢，至于消息是不是真的还不得而知，毕竟没有官宣，毕竟目前流行六粉。不过两个人其实已经在合作了，那就是给荣耀手机代言呢。两个娱乐圈的大红人肯定还会有更多。